Hello， 各位老师们，大家午安。有老师私讯我说，怎么样建立这个 World Kindness Day 的简报副本？好，请您点下这个超连结 Hyperlink， 您即将看到一个复制文件。哎，你要建立这份简报的副本吗？Of course, yes， 建立副本，不要客气，把它按下去。那要记得要用你的 Google 账号哦。好，建立好副本之后呢，这个礼物就送到你的面前咯。好，不用担心，哎，别人可能会看到，其实不会，这就是 only for you。那第一页呢，是 Google 它所提供的一些 act of kindness。那第二页呢，我觉得非常的实用。啊，老师可以跟学生一起讨论，或者是学生可以自己编辑 act of kindness。OK， 希望您有喜欢哦。那今天也是教育科技展的第一天。See you soon!